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在台陆军官渡指挥部的基部一营三连，有一名士官在2019年11月外宿期间涉嫌贩卖毒品，遭警方查获。想不到相隔一个月，该单位再发现一名士兵携带毒品进入营区吸食，立刻移送法办。相关的这案件包含这些当事人，他只要涉犯，不管是吃毒也好、吸毒也好，我们都一律按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。予以重惩，还有太重，绝对不会宽待。报道称，涉毒的两位官兵同属一个连队，让台军方不敢大意。为求谨慎，针对全连人员进行尿检，排除有其他个案。连队里面，我们定期会实施安全检查，或者是尿液的筛检，以及运用各项包含政府以及民间单位的资源，来实施不断的宣教。为了避免再爆发涉毒案件，主管的台陆军六军团下令对高风险人员加强控管，并邀请地方地检署检察长来到营区实施法制教育。另外，台陆军还不定期申请让台军警的缉毒犬入营检查，避免营区真的沦为毒窟。